我倒是蛮欣赏你的这个方法的演绎的，这个几乎已经放弃了节拍，就是有氛围，它是属于那种像喃喃自语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新版在走，是一种。 非常用心的去唱每一个音的这种表达。So now I come to you with open arms, nothing to hide. Believe what I say. So here I am with open arms, hoping you'll see what your love means to me. Open arms.《董小姐》这个歌就是，她把这个很沉重的摇滚情歌带出一个淡淡的哀伤来。哦，我想要看看评审的口味。总数是101分当中，董子燕获得62分，恭喜董子燕成为周杰伦组的冠军学员。